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cent， 今天派一个十分钟的睡前伸展，希望大家伸展完之后可以睡一个好觉。一日辛苦了，我们由头到脚放松。首先颈向后，我们将头骨向后推，但是不要令到条颈后面有压力。跟住我哋坐住隻手，然后伸展我哋颈侧嘅肌肉。换转另一边，慢慢放松，注意呼吸。然之后我哋推下块面，令到可以转嘅角度大少少。跟住另一边，令到僵硬嘅颈部得以放松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会伸展我哋嘅胸部同埋膊头。如果有困难咧，可以加条毛巾喺后边。跟住系腰嘅两侧，多啲伸展腰部咧，可以减少腰背痛。接住落嚟做另一边，跟住我哋转腰，伸展我哋嘅腰方肌。接住落嚟系另一边，都系要注意呼吸啊！这个动作是可以伸展我们的老鼠仔，如果有困难可以不用放那么低。跟着我们做另一边，之后我们伸展下膊头，相信这个动作很多人都试过的了。
做埋另一边。跟住呢个系可以伸展我哋嘅拜拜肉同埋膊头关节。跟住另一边。然后我们张开双脚向前伸展，伸展我们的大腿内侧。跟住到两边，这个动作是可以伸展全身的。好啦，首先呢我哋呢个动作呢，双脚呢就脚板拍贴啦，然后两边膝头哥尽量掂地下。跟住我哋将个难度提升啦，身体向前趴。然之后呢，我哋将一只脚放喺前面，另一只放喺后面。换转另一边。以上几个动作都系可以伸展我哋嘅髋关节噶。跟住我哋做个青蛙趴，呢个动作嘅好处不但可以伸展我哋嘅内胯，更加可以舒缓我哋嘅髋关节。然之后我哋做一个压肩嘅动作，舒缓肩膊嘅紧张。再之后我们伸展我们腹部，
之后将上身固定，其中一只脚向另一边伸。换转另一边，同样都是上身固定，脚屈曲90度角，膊头同膝盖尽量掂地。好啦，到最后一边，最后一个动作啦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睡得较好嘅啦。